吃个黄金大汉堡，必须来上秘制的辣椒油，这样吃起来才香。老铁都说我飘了，辣椒都不吃了，小红心也不给我了，今天我再来拼一把。老铁一定要给我一个小红心。姐，你嗓子都哑成啥样了，你别这么拼，我帮你吃。弟，太辣了。没事，我来拼一把。太辣了。老铁给我们一个小红心吧。弟，你少吃点，太辣了。没事，帮你吃。我弟对我太好了，老铁给我弟一个小红心吧。这个作品不给我，给我弟点一个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太辣。吸一个大虾尾，如果我能吸得出来，老铁一定要给我一个小红心。成功了，弄弄快吃吧。大姨，你天天干活那么累，你吃吧。没事，弄弄，大姨不爱吃。今天你生日，你先吃，吃吧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大口吃。姥姥姥爷给大姨一个双击。天天跟你们要小红心，你们也不给，今天我就不要了，给孩子点一个，今天孩子生日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回来了啊，给孩子开一只18斤的大龙虾。哇，大不大？哎呀，给孩子开个大龙虾钱吧。来吧。妈妈，今天是我日，我能不能给叔叔阿姨要个小红心呢？可以啊，那你给叔叔阿姨要一个。叔叔阿姨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就给我一个双击呗，谢谢了。孩子都要了，给就给一个吧，快谢谢叔叔阿姨给的小红心。谢谢叔叔阿姨给的小红心。下个视频，咱给孩子吃个大鸡排。只18斤的大龙虾。哇，大不大？哎呀，给孩子开个大龙虾钱吧。来吧。妈妈，今天是我日，我能不能给叔叔阿姨要个小红心呢？可以啊，那你给叔叔阿姨要一个。叔叔阿姨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就给我一个双击呗，谢谢了。孩子都要了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快谢谢叔叔阿姨给的小红心。谢谢叔叔阿姨给的小红心。下个视频，咱给孩子吃个大鸡排。老公觉得我最近瘦了，给我买了一只5斤的黑金棒，给我补一补。他还说，如果这个作品能收集到500个小红心，下个作品明天给我买一只更大的。老铁给我一个呗。哎，这个是活的啊，看。哎，咋不动呢？看到没？哎，咱给下锅煮它。老铁你就给一个小红心呗，我想吃个更大的。给个吧啊，盖上锅盖，下个视频开吃。吃个海葵补一补。给它打开，哟。哎呀，大海里面的大捕蛙，哇！好不好玩？咱来腌制一下，来点香醋，来点辣椒油。哎呀，吃一个。哎，啊，这样吃是没有小红心的。那我怎么吃？这样吃，你看看，老铁绝对给你小红心。太辣了吧！老铁，给我一个小红心。鸡排。
牌，宝刀出鞘。哎，老公，这个鸡排太小了，我想吃个大的。如果这个视频能收集1000个小红心，明天给你买更大的。好，老铁，那我加点辣椒油、辣椒面，你们就给我一个小红心，好不好？哇，必须来个红油白的。给一个，嗯，好香。给个小红心，哈哈，孩子想吃奥龙，今天给他整了两个，耶，咱看看肥不肥啊？看看肥不肥，哎，奥龙肉大，就是壳难剥。呀，哎呦呦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太肥了，哎，是吧？脸都掉了啊。试试我吧。哎呀妈，孩子太棒了。嗯，吃吧，好不好吃？不是。哥哥姐姐给个小红星吧。今天教大家吃一个海螺，海螺的正确吃法：旋转一圈半，完美出壳。哇，完美！别的作品都可以不要小红星，这个作品一定要给我一个小红星。哇，完美！来点秘制的辣椒油。嗯，太香了！几个干，去个苦点，这个不能吃。苦点不能吃。哎呀，剩下都可以吃。嗯，嗯，大侠，我吃一个，谁给我小红心，这个给谁吃。哎呀，哇，大侠王。这只大虾你们猜长了几年？哎呀，搂它！想吃的宝宝扣个517。这是奥龙，花了我老公2000多。他说这个作品如果没有2000个小红心，就要揍死我。老铁，能不能每人给我一个小红心？哇哇，好肥，看见没？肥不肥？奥龙是最肥的。老铁，每人给我一个小红心吧，你们也不想看我挨揍是不是？哇，这是辣油。一个常识，去市场买猫眼螺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，否则你就亏大了。你看，基本上都是水。嗯嗯，哇，看看水多不多。你们猜，菜市场老板会不会想揍我？看到没有，都是水，都给它挤干。哎呀，哇，
看到没有，都是水。咱们来腌制一下。我的妈呀！不要告诉，不要告诉他是我说的，一定要挤干。哎呀妈呀！来味鸡先腌制一下。哎呀，啤酒。我来尝一尝。Preview.